种植牙来，对于我们来说呢，就是说，在这个缺了牙以后，镶牙来说，目前是，全世界来说都是最好的方法。它有几个好处，第一个好处就是它是一个固定修复，我们不需要摘下来的，用的时候和自己牙一样，维护起来也和自己牙一样，所以比较简单。另外来说呢，它的美观性是非常好的。种植牙本身那个做得好的话，几乎和天然牙看不出区别。那么第三一个呢，就是它的这个咀嚼功能，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，它的结实程度比天然牙还要结实，所以它可以承受很大的咬合力，可以咬碎各种各样的食物，这是它的优点。那么相比之下，比如我们其他的两种方法，活动假牙最大的问题就是咬合没有力量，吃东西不香，好多东西咬不碎。如果你非要把它咬碎，可能就把活动牙咬碎了。那么烤瓷牙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要损伤自己的好牙。要磨两个好牙去修一个坏牙，可能远期来说，这两个被磨的好牙，可能它的这个使用寿命也会明显的缩短。但是种植牙也不是没有缺点，它最大的缺点在于说，费用比较贵，而且这个操作周期非常长。对于一个，比如说对于一个特别复杂的病例，一个前牙的这样的缺损的一个病人，他的这个骨头又不足。就需要做很多次手术，才能最后把牙镶上。可能从开始镶牙到最后把牙冠做上，甚至于可以花到1年半的时间，最后才能做上牙。这样这个整个这个流程呢，就会特别的复杂。然后呢，最后能确实最后能把牙做好，但是，等待的时间会非常非常长。所以这可能是它一个最大的问题。